洋湛蓝的天空、斐济缤纷的海底世界加人文景象，成为世界三大蜜月圣地。不过，以往飞斐济必须香港转机，耗时16小时，来回一天就没了。现在民航局许可，明年春节台湾将可以直飞斐济。一般来说的话，去斐济的行程的话，他们说都要10万以上。那我们这次的话，因为我们是首次台湾直航去斐济，所以我们价钱的话是旅展的话，我们是69500，然后旅展期间购买的话，每人再折5000。最快的一般就是春节2月4号，体验比尔盖茨或是汤姆克鲁斯等好莱坞明星最爱的度假地更近了。而业者不止瞄准新海岛航点，现在欧美线也大涨价。目前呢，在年前，和比发的部分50000元就可以成行。在港澳线方面，灿星香港3日全新的酒店，量大一小，4999元起未税，五福澳门3日游，第二人再减2000元的优惠。旅游业者看准秋冬到明年春节的消费市场，民众下手前也记得货比三家。记者王俊文、吴品仪台北报道。